陈教授，是不是不同地域的朋友们，他们对于婚恋观念上也会有不同？一方面呢，我首先要说，任何地域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，但是呢，确实一个地方它的山水、它的饮食习惯等等，都会影响我们一些共性上的，就是平均值上的个性。比如说，在研究里面会发现，就是南方食用大米的这种地区和北方去更多的种小麦的地区，其实呢，它的合作性上是有一定的差异的。